咱继续看37页，后壁第二段遮。那么拄则迄节课呢，有讲到弥勒菩萨下生成佛，伊个即个父母啊，搁再来呢，伊个哥布心那么哥布心呢，未讲了嘛哈，搁再来是心中千笑，行广三十中，面中十二。中树笑这个弥勒菩萨呢，伊的这个果报心有偌长呢？一千笑遐尼长。那么伊的行广呢？就是伊行空的跨度呢？有三十中啊。搁再来伊的面的长面的长伊的面由迄个头毛到迄个下海遐有十二中树笑。安尼，身体具足，端正无比，成就上好，如住金像。这个身体呢，拢总是具足，安尼，这个具足呢，那当然或是无可能安尼啦，那以咱人来讲，无具足，长脚长手，还是五金呢有欠缺，迄个是无具足，安尼。搁再来，伊不但具足呢，还阁端正无比，非常的庄严，那么呢，因为三十二相拢具足嘛，都无迄种无端正的问题，那么成就这个相好，这个相好呢，就是相，就是三十二相，好呢，就是八十种的好，就是除了相以外，相呢，三十二相是较大项的迄种庄严的相，那么八十种。好呢，是水较微细，较有一挂微细的所在，那么呢，今仔日这个弥勒呢嘛成就了着，不但有三十二相，还佫有八十种好，亲像这个紫金相，这个紫金相呢，就是咱亲像讲这个用黄金去打造的一尊相，那么因为伊本身是紫金相嘛，佫再来呢，非常的庄严无比。该有诶拢具足啊，就亲像一尊真殊像，用黄金所制作诶一尊像共款，肉眼清净，见识幽纯。伊诶肉眼呢，因为是生在咱即个人诶世界，有咱即种物质诶即个果报心嘛，所以伊诶目睭嘛有具足即个肉眼。那么伊个肉眼呢是非常清净，非常清净。安那讲清净呢？就是讲伊个迄个肉眼的果报呢，是拢完好的。亲像咱若近视呢，肉眼就是无清净，迄个是无清净。那么伊既然清净呢，会当见外远呢，见识幽邃，本身呢，伊个即个视力，当然这是以肉眼来讲。以肉眼伊本身的果报，伊的视力呢会当看遐尼远，识幽邃，那以现在来讲呢，就是160的华丽遐尼长，敢若靠伊的肉眼的果报，就会当看遐尼远啊。当然啦，以身即个天眼还是佛眼要看，就不止遮，相公素照面变幽邃，日月好主光不复现。但有佛光微妙第一，那么伊个相公相公呢？迄、那个相就是形象的意思。拄则讲伊个即个心之金色会放光，那么迄个光呢？就是讲伊定定一直拢存在，叫做相公伫个任何时间，迄个光拢有叫做相公形象的光。那么呢，向四方面呢去照耀的时阵呢，会当照偌远呢？一百由旬，等于伫一百由旬内，拢是伊的光的着，拢是弥勒佛、弥勒菩萨伊的这个光，那么呢，伫这个范围内面呢，日月的光看无，这个佛珠的光嘛拢看无啊，无需要，因为呢，佛的光超越遮的日月的光嘛。所以以佛光是最为第一的，最为微妙的，等于一百幽邃，内面拢是这個，
哦，当然佛伊若要现神通呢，哦，不止一百由顺哦。弥勒菩萨观世五欲，地凡甚多，众生尘物在大乘处，甚可怜悯。自以如是正念观故，不傲在家。弥勒菩萨呢，啊，伊当然伊出下生出世了后呢，啊，那么伊就安尼观察。观察这个世间呢，啊，因为呢，伫欲界嘛，啊，有种种的这个欲，啊，色、声、香、味、触，啊，这个五欲。那么因为这个五欲，啊，众生贪着五欲，享受这个五欲呢，啊，会产生真济过失，啊，这个烦的就是过失，啊，过失按对来，就是按五欲来的，啊，因为你要享受五欲嘛，为着五欲会有种种的烦恼，会做种种的业。那么呢，将来就有种种的苦、哦、所以这个五欲，予咱的过患呢真济、哦、那么众生呢，伊沉迷伫这个大生死内面、哦、这个生死呢，哦、就亲像一个大海同款、哦、那么呢，众生就沉迷在这个大海内面、哦、因为有追求这个欲嘛、哦，有烦恼业嘛，那么呢，你就爱受生死。那么受生死呢，你无法度出离。哦，就亲像沉在这个大海内面，爬不起来。哦，迄个海就是安尼。你若沉在大海呢，虽然会漂浮，不过呢要出来呢，哦，走不出来。哦，因为它无所在通互你搭。哦，所以呢你爬不起来。哦，那么伫生死咧受这个苦嘛是同款。哦，烦恼若伫，你就无法度脱离。所以呢非常的可怜。哦，众生就是安尼。哦，受生死苦，啊，沉不在生死。哦，就是非常的可怜啊、哦！菩萨一直安尼观察，那么呢，就是因为伊用这种正念啊、哦、来观察这件代志，哦，所以呢，伊就无欢喜伫喺厝内就对，啊、哦，无欢喜在厝内，啊、哦，因为呢，伫厝内面呢，啊、哦，就是众生就是安尼，啊、哦，伫这个家庭内面，啊、哦、啊，啊、哦。为着这个五欲，哈、哦，要享受五欲，哈、哦，啊，结果呢，到最后就是沉迷在大生，啊、哦，大生死当中，无法度脱离，啊，永远受这种的苦，啊、哦，所以菩萨伊安尼观察呢，啊、哦，用伊的一种智慧呢来观察这件代志，啊、哦，伊能发觉，啊、哦，因为伊有这个智慧嘛，伊见会到这种的事理，啊、哦，啊，那么一般众生都看袂到，啊、哦，沉迷伫这个大生死呢，也唔知影苦。哦，会有这种的问题，家己沉迷伫这个大生死呢，唔知影苦。哦，那么菩萨因为伊有智慧，啊、哦，有正念，啊、哦，啊，伊安尼观察呢，伊自然就无愿意在厝内就对，啊、哦，愿意呢要出家。啊、哦，是用气王共住大神，持处宝台，啊、哦，宝台方向弥勒，弥勒受益，施诸婆罗门。那么迄当阵呢，吼、哦，这个容启王，吼、哦，啊，阁有呢，吼、哦，伊就找真济，吼、哦，一切的大神拢集合外来。那么呢，就是摕迄个宝台，吼、哦，这个宝台就是拄则讲的，吼、哦，迄、那个千秋的宝台嘛，吼、哦，用种种的七宝来打造的迄个台。那么呢，就摕来，吼、哦，供养这个弥勒菩萨，吼、哦，安尼，吼、哦，供养奉献给弥勒菩萨。那么弥勒菩萨接受了后呢，哈、哦，伊呢就转布施给婆罗门，啊、哦，就转布施给这个婆罗门，啊、哦，伊本身就袂爱这个物件，啊、哦，袂爱这个宝物，啊、哦，所以伊就无爱，啊、哦，虽然伊有接受嘛，不过呢，伊就佫佮送出去，啊、哦，婆罗门受益，即便毁坏国疆分支，啊、哦，那婆罗门接受到了后呢，因为婆罗门真济人嘛。啊，宝台一个尔，啊，要安怎？伊就甲讲好歹，吼、哦，安尼啊，一块一块，吼、哦，迄样拢宝嘛，啊，就伫遐咧分，吼、哦，一人分一块，安尼。弥勒菩萨建处妙台，殊如无上，伫一切法欲界无灭，修无上相，出家学道。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因缘，吼、哦，要给弥勒菩萨来看。弥勒菩萨呢，伊就看到这个庙台啊，这个千秋的宝台呢，在一短暂的时间内面，哈、哦，输入啊，输入差不多一顿饭的时间啊、哦，几十分安尼尔啊，那么呢，就无上啊，
啊，无常就是因为毁坏嘛。本来一个宝台好好，吼，啊真庄严，啊，啊无一顿饭的时间，就安尼规个拢破坏去啊。吼，伊伫遮落去观察，吼，知影讲一切烦呢，拢总会磨灭去，吼，会消磨，会灭坏去。啊，搁较互你思想坚固诶物件嘛，拢会歹。吼，啊，那么安尼来看呢，吼，何况讲咱诶生命，吼，生命呢嘛一定会磨灭。吼，因为一切因缘所生烦呢，吼，凡是有生就爱灭。吼，所以今仔日即个就是一个吼，一个因缘，吼，来引发吼弥勒菩萨呢来出家。吼，即个是调故意安尼，吼，调故意安尼。这个无常的道理，菩萨当然知，吼。啊，不过呢，伊要互众生，吼，实现互众生了解，吼。伊要出家呢，嘛是要有一个理由嘛，吼，有一个理由，吼，互伊会当，吼，来出家学道，吼。那么就是因为看到无常，吼，啊，由这来体悟讲，既然世间就是无常，那么呢，伊爱追求一个，吼，常的环境，吼，常住不变的迄种快乐，吼。因为那无常呢，就无快乐。哦，所以呢，伊要由遮来引发出伊哦，得到吼迄个常住不变的迄种真实的快乐。哦，那么呢，伊就修这个无常相。哦，凡是世间就是无常。哦，伊那么伊就安尼观察。哦，所以伊愿意呢去出家学道。哦，学习呢迄个圣道，要安怎互我达到常住不变的迄个所在？哦，当然迄就是涅槃嘛。哦，要去到涅槃遐。唯独涅槃才是常住，唯独涅槃的快乐才是常乐。那么世间呢，你这个千秋的宝台一个就坏去了嘛，那么那才有真实，那就没有，所以呢，那不需要去追求。那么呢，他就经过这种的因缘来出家，像这个释迦牟尼佛，他就是由这个四声闻看到这个老病死嘛，啊，安尼经过这个因缘来出家嘛，啊，咱弥勒菩萨呢，哦，伊家就讲，哦，就是因为看到这个宝台，一个啊时间就歹去啊，哦，因为无常来出家，哦，迄就是一个因缘，哦，当然这个这段呢，哦，伫咱顶就部经就无讲安尼清楚，哦，则以量化菩提树下，哦，树经之叶各五十里。那么呢，迄当阵伊要出家嘛，要去学道，吼，啊，就离开家庭，啊，来到迄个吼莲花菩提树下，吼，莲花树，吼，啊，毋过呢，伊莲花树就是伊要得到菩提的所在，吼，所以就加一个菩提，吼。那么坐伫即丛树啊下骹，啊，树啊，吼，外悬呢，伊讲有五十米遐尼悬，吼，树啊有遐尼悬，吼，咱呐，吼。记了有清楚，拄则有讲吼，伫莲浦提地一切的树呢，拢是三十里的高。啊，毋过呢，即丛莲花树较特别吼，高五十里吼。即以出家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吼，伊呢吼，就是伫出家的同日得到无上正等菩提。吼，同日出家，啊，同日就得到菩提。啊，若是迄个下生经呢，吼，《地法好翻译》个，吼，伊讲，吼，迄个，吼，暗时啊出家，吼，暗时啊出家，啊，伫半暝啊，吼，成佛，吼，安尼，吼，伊是讲暗时啊出家，吼，啊，半暝啊成佛，吼，你是诸天，吼，良心王，不现其身，而有花香供养于佛。那么伊得到无上菩提了后，吼，伊身份就无同啊，吼，本来是菩萨嘛，啊，变迄种成佛啊。那么呢，吼，成佛了后，吼，这个诸天就知影，吼，啊，包括龙，吼，安尼，吼，这天龙八部，吼，才有威力的，吼，所以加一个王，吼，天龙，吼，啊，这神王，吼，就是才会天龙八部，吼，那么呢，伊呢就无现因的身，吼。这个无现因的心，就是稳重起来，因为这个天龙八部呢，因本身嘛有神通，啊，会当稳重，也是要现拢会使。不过呢，伊无现心，啊，就伫虚空中呢，吼，安尼啊，落这个花香，哦，落这个花，啊，
落即个香，啊来供养即个佛，吼、哦，供养即个佛，三千大千世界皆在震动，吼、哦，那么呢？迄当阵呢，因为成佛的关系，啊，整个的三千大千世界呢，啊，拢总震动，啊，即咱之前嘛捌讲过，啊，即种的震动呢，啊，是吉祥的震动，啊，毋是咱即种地动，啊，那么呢，因为要庆祝，啊，即个佛，啊，弥勒佛的成道啊，啊，佛身出光照无量国，应可度者皆得见佛。那么迄当阵呢，啊，这个佛身啊，弥勒佛啊，伊的这个果报身，伊呢就现出这个啊光明啊，那么普照无量的这个国土啊，三千大千世界啊，来安尼来讲呢，啊，拢总是伊的国土啊，安尼啊，十亿的国土嘛，啊，那么伊其实呢，伫三千大千世界呢，拢有伊的化身嘛，啊，当作成佛。同齐放光，哦，也是讲呢，伊迄个光呢，包括照去到他方的世界，安尼，哦，伫伫只成佛，那么呢，光安尼放出去，照到其他的国土，哦，那么应该会当得到多的众生呢，拢总会当见到，哦，也包括咱这个世界，哦，包括咱这个世界，哈，啊，佮包括他方的国土，哦，那会当受弥勒佛来甲度化。好，成就的话，那么呢，吼，伫迄个时阵，拢会当看到佛，会佛用伊的神通现互你看，安尼。彼时人民各族是念，随复千万亿岁，受我欲乐，不能得免三恶得苦，财主财产所不能救，世间无常。命难求报，哈，五丁金甲一一佛法修行反省。那么迄当阵呢，哈，迄个百姓，哈，即个众生呢，哈，即人道即个众生，因呢拢总生起即种的想念，哈，迄种的念头就对，啊，就是见到佛嘛，啊，知影佛成佛啦，哈，啊，见到佛光，哦，见到佛尊的像，那么呢，伊就生起安尼的念头，哈，伊讲虽然。好，伫个即个千万亿岁当中，哦，享受即个五欲乐，啊，是真久长的时间，哦，千万亿岁，迄是咧形容，哦，比如的意思，哦，实际来讲咧是八万四千岁尔，哦，无到千万，哦，是讲，就算互你活到遐尼久，哦，那么伫遐尼久的时间内面，拢咧享受即个五欲乐，唔过呢？将其究竟，你无法度免离即个三恶道的苦，哈、哦！因为你享受五欲乐，吼、哦、千万亿岁，总是有死亡的一天。那么呢，迄天到呢，吼、哦、要去对无一定、哦，有可能呢去三恶道，啊、哦，冇可能去天上。不过呢，机会拢总有得着，啊、哦，为什么？烦恼业佫低的，哦，所以三恶道呢，就是有机会通去，只要有烦恼。三恶道的门拢开的，啊，无关，啊，就有可能去，所以你无法度避免这件代志。那么呢，车主财产所不能救，啊，你要去三恶道，啊，那么呢，敢会当讲我卖去嘛？无法度，啊，就算你的某囝，啊，嘛无法度讲，甲你救你唔免去，啊，无法度。啊，是讲你有偌济财产，啊，就讲我唔免去。哦，去搞这个阎罗王乌西，哦，我唔免去，嘛无可能。哦，阎罗若到呢，一定爱去。哦，安尼，哦，任何代志拢无法度帮助你，唔免去三恶道，包括你的某囝，包括你有几千亿的财产，拢无法度，哦，免离。哦，那么世间无常，哦，因为这个世间呢是一个无常的环境，哦，因缘所生法，所以无常。啊、哦，会常常变动，会变化，啊、哦，就乎你搁较久的生命，嘛会有一天爱结束，啊、哦，凡是有生就爱灭，啊、哦，有生就爱死嘛，所以这个生命呢，哦，真歹，乎你孤单，哦，啊，真歹呢，啊、哦，无可能乎你有一种保障，啊、哦，生命是无保障的，啊、哦，啊嘛袂当讲乎你要外久的外久，啊、哦，所以呢。就是安尼，吼，命难求报。那么安尼了后呢，要安怎？吼，要安怎避免这件代志？
世间是无常的，那么生命呢，随时会结束，无可能讲，互你保证，互你活偌久嘛。啊，搁再来呢，生命若结束呢，搁有可能会去三恶道受苦，因为无法度，无人会当甲你保证，包括你的某囝，包括你的财产，嘛袂当讲保证讲你免去三恶道，无即件代志。所以免啊片下面，伊才讲五顶金石，阮大家呢，今仔日。应该爱伫个佛法者修即个反省，安尼是会当上有保障的一件代志。你若无爱无常，安尼啊无爱去三恶道受苦，想要脱离即件代志，脱离无常的代志呢，那么就应该爱伫佛法当中修即个反省，即个反省呢，讲清净心，那么呢，伫遮来讲的清净什么货？就是断烦恼，断烦恼呢，才是真实的反省，就是讲你爱修这个出世间的清净道，就是观这个殊胜地，当然啦，以世间来讲，离开欲就是清净嘛，不过呢，遐也无保障，让你离开欲，你去到色界、无色界，遐嘛是一个无常的范围。那么即卖呢，伫佛法者当中呢，修这个反省呢，就是指。出世间修出世道的清净心，就是爱断烦恼，断烦恼，因为无烦恼的滋润，那么呢，会当脱离生死，会当脱离无常，将来呢，就会当避免去三恶道，所以一般来讲呢，三恶道的苦呢，就爱到初果，初果才会当避免这件代志，无得到初果进前呢，三恶道的苦。拢总有机会通修啊！作是念意出家学道，那么这个众生啊，即个人民呢，生起这个念头了啊，大家就烧酒啊，拢要来出家啊，要来修学这个道啊，就是殊胜地啊，修这个八正道啊，还是修这个三十七道品，何以呢？脱离这个无常的世间，达到这个寂灭的涅槃。遐就是相住不变啦，就无即个无常的问题，时中起王欲降八万四千大神，恭敬围绕，出家学道。那么迄当阵呢，即、這个容起王呢，伊就堪八万四千位大神，那么呢，即个大神呢，就真恭敬围绕伫即个容起王，大家呢，就一直行向弥勒佛遐。要对弥勒佛出家来学道，复有八万四千诸婆罗门啊，聪明大智，以佛法中欲降出家。搁再来呢，有八万四千位婆罗门，那么因呢非常的聪明，一个智慧呢真广大，因呢嘛是拢来到佛法家出家，复有中者名苏达那，今苏达中者是。世人欲以八万四千人即将出家，再来呢，有一位中者，有一位富豪，那么呢，叫做苏达那，那是未来弥勒佛的时代的一位中者。那么什么人呢？就是现在的这个苏达中者，就是释迦牟尼佛这个时代的这个苏达中者，这咱之前捌讲过，上生经。上生经的迄、那个发挥伫个机缘精舍嘛，迄就是这位中者布施奉献的那么呢，伊嘛是同款带八万四千个人来出家复有勒苏达多富兰那兄弟欲以八万四千人出家那么阁有两个兄弟这个勒苏达多富兰那。当然这是未来的两位人物，安尼，这就无，就无交代讲是啥物人，那么伊嘛是同款，带八万四千个众生，来出家，复有二大神，一名旃檀，二名苏曼，王所爱众，欲以八万四千人计，以佛法中出家。再来呢，当中阁有两位大神，
一个呢，就叫做煎蛋，啊，一个叫做苏曼，哦，那么这两位呢，是佛王所器重的人，哦，就是这个容器王嘛，哦，所器重的这个两个，哦，这个大神呢，哦，伊嘛是同款，哦，带八万四千的人做伙来到佛法家出家，哦，容器王波鲁名舍弥波提，哦，金字比舍其时也。有意八万数千差入啊，即将出家。那么这个梁启王呢，哦，专门献王伊的宝禄啊，这个七宝当中呢，有一个叫做禄宝啊，迄个就是宝禄啊，安尼。那么叫什么名呢？叫做弥啊，舍弥波提啊。那么这位是啥呢？哈，伊只讲哦，就是今日的这个比舍其时也，这个比舍。啊，其呢，啊，咱读《上圣经》有讲到，啊，比舍其庙嘛，就是六祖庙，啊，伫个迄个时代呢，啊，释迦牟尼迄个时代，啊，常常拢会布施即个出家人衣药，啊，也是讲一挂衫裤，啊，栽培真侪即个功德，啊，那么《上圣经》伊嘛有出现，啊，那么伊伫未来呢，啊，当然伊个哥哥呢，就是作为转轮王的波鲁，啊，就是伊个太太了，哈。那么呢，伊嘛是带八万四千位差女啊，就是这个伫个王宫内面啊，即个皇太国王的即个这个啊差女呢啊，做伙来出家啊，容启用太子明月天色啊，金提婆娑那氏又以八万数千人即将出家。那么容启用的太子啊，伊叫做天色。啊，是现在的这个提婆啊，娑那啊，伊嘛是带八万四千位啊，做伙来出家啊。伊则就讲容启用的太子啊，嘛来出家。那么伫这个啊，顶一部经呢，啊，这个《地法和翻译》的《下生经》呢，伊就讲容启用将伊的国境啊交代予太子，啊，容启用呢，家己走去出家啊。等于讲，伊就无讲太子嘛，走来出家啊。弥勒佛亲作婆罗门主啊，名须摩提啊，离经智慧，今闻得罗氏，又以八万数千人计，以佛法中出家啊。那么，伫这个弥勒佛的亲族内面啊，就是伊的家族内面啊，嘛有一位婆罗门主。啊，这不是讲弥勒佛的囡仔啦，不是，伊讲婆罗门主，啊，就是讲这亲族内面的一个囡仔，叫做啥呢？叫做须摩提，啊，那么伊呢，啊，伊的根基真利，啊，利根呢，啊，伊的智慧呢，啊，嘛真大，是啥物人呢？啊，现在释迦牟尼佛的时代呢，就是闻得罗这个人，啊，那么伊嘛是堪八万四千的众生做会。来到佛法中才出家啊！如是等无量千万亿种见世苦恼，皆以弥勒佛法中出家。那么安尼前后就对啊，前后总共呢有无量千万亿的众生。那么呢，因共同有一个见解，就是呢感觉讲世间是真苦恼的哦，世间真苦恼。安那讲呢？哈，拄只迄段嘛。啊，拄只迄段吼，顶一页尔吼，就是讲你伫千万亿岁吼受即个五欲乐，毋过呢，未当脱离三恶道的苦。啊，伫世间就是苦尔。啊，世间因为无常呢，啊，终极究竟就是爱苦。啊，所以世是真苦恼的代志。那么呢，就是因为见到这点，所以呢，愿意来到弥勒佛家来出家来修行学道。啊，因为弥勒佛呢，伊有办法。会当度咱远离这个苦，啊，所以呢，大家就烧少买来出家，啊，是你是弥勒佛见诸大众，啊，作是念言，啊，那么呢，迄当阵，啊，弥勒佛呢，看到大众了后，啊，真侪人拢走来出家啊嘛，啊，那么伊就安尼讲，啊，今诸人等不以啊升天乐国，亦何不为今世啊乐国？来自五所，但为涅槃上乐因缘。
哦，伊讲今仔日，哦，恁遮个人呢，哦，并毋是以升天的快乐作为因素，哦，你并毋是要追求升天的快乐，就是讲未来世呢，我要来去天上享受五欲乐，恁并毋是安尼，嘛毋是为着现在世的快乐，你是安怎要来到我遮呢？你来遮出家修行，当然嘛毋是为着现在要享受。啊，出家了后呢，真侪即个五欲乐都爱断掉啊嘛，所以你嘛毋是为着现世的快乐，才来到我遮。那么为着啥物货呢？就是为了即个涅槃上乐的因缘。即个涅槃上乐呢，就是到涅槃即个所在，才有上乐。即个上乐呢，上就是形象。相，若要讲咧，对照来讲，就是无相嘛。相的相反就是无相。当然，伫无相者嘛有快乐，毋过迄种快乐呢，就是无相的快乐，就是会变化、会破坏，所以就是无保障。无相呢，随时会当将你的快乐夺掉。夺掉的时阵就无啊。所以你要追求快乐升天嘛，嘛是会使。毋过呢，迄就是无相。会破坏。那么现在世的快乐，享受即个五欲乐，伊嘛是爱破坏，所以迄拢毋是上乐，那么你若要追求即个上乐呢，就是爱以涅槃，以涅槃为，为即个根本，伫涅槃者呢，因为涅槃，的所在，断掉一切的杂染，烦恼染嘛，即种杂染，所以呢。伊袂乎你即个无常诶代志，咱诶无常呢，就是因缘所生法，一切即个有漏诶因缘所生法呢，就是因为烦恼业来生，所以一定爱无常，一定爱无常。那么因为杂染互咱诶关系，无常到，就是得着苦恼。那么现在呢，就是因为要断掉烦恼业。那么一旦你断掉了后呢，你就去一个无变化、无变动的即个世界，迄就是涅槃。那么遐呢，就会当互你得到上乐，偏偏是快乐呢，毋过呢，迄种的快乐是上乐的，就是无变动、无破坏。今仔日遮的众生，就是要追求即件代志，才来到弥勒佛的即个所在，是诸人等。该以佛法中净诸善根，释迦牟尼佛前来护我，是故今者该至我所，我今受之。那么，这些人呢？这来出家这些众生呢？那么，在过去，拢总捌伫个佛法者，栽培种种的善根，拢捌栽培善根啊。那么呢，什么所在呢？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所在，拢总有栽培善根，种种的，那么呢，就是互释迦牟尼佛，甲恁交代，交代恁呢，传授到我遮来，就是将恁呢交代互我，将恁呢差遣恁来的，恁伫释迦牟尼佛的时代，因为种善根的关系。那么这个善根呢，当然是属于栽培的阶段尔，善根。这个善根呢，咱最初栽培了后，栽培了后就走向解脱。啊，不过这个时间呢是真久，真久，毋是讲我随种善根就随解脱啦，毋是。善根种了呢，那么开始豆豆啊，一直甲增长，一直甲栽培，互伊呢，力量愈来愈强。到有一天成熟的时阵，就会当得到解脱。那么，这些人呢，是因为过去，伫释迦牟尼佛的时代，较学习佛法嘛，较豆豆咧栽培尔，所以呢，迄个解脱的因素呢，还无够。那么释迦牟尼佛就交代讲，恁呢，将来爱过去亲近弥勒佛，伫个弥勒佛的时代呢，恁较会当得到解脱，所以叫做天来护我。那么就是因为这个因缘的关系呢，今仔日才会当来到我遮，那么互我甲恁摄受，
我接受恁，啊，接受恁，啊，因为恁有正神经，啊，那么呢，该人伫我遮得到解脱，当然我成佛了，我的愿嘛是要度恁解脱，所以我要甲恁接受，啊。是诸人等学以徒相分别决定修道路，比尼阿比昙中修诸功德来至五所。那么这呢，吼、哦，这个弥勒佛伊就阁继续讲，吼、哦，这个正住善根，吼、哦，恁伫释迦牟尼佛的时代，就是有栽培种种的善根嘛，啊、哦，那么这个善根呢，当然毋是每一个人拢共款，吼、哦，因为每一个人的这个机会呢，吼、哦，的因缘呢，吼、哦，你碰到三宝的这个因素呢，拢无共，所以你栽培的善根呢，啊、哦，就拢无共。那么下面才特别讲，吼、哦，恁到底是栽培什么善根？啊、哦，讲有的人，啊、哦，有的人呢，或者是以徒相，啊、哦，啊，搁再来呢，吼、哦，分别决定，啊、哦，这个修道路，啊、哦，这个修道路就是指，啊、哦，这个客经，啊、哦，客经。这个吼、哦、翻译过来呢，就是客经，哦，就是经中的意思啦，哈、哦，经中啊、哦，修道路啊、哦，这是梵语，哈、哦，翻译过来就是客经，啊、哦，这个客经呢，哈、哦，就是客合真理，啊，佮客合众生的根基，啊、哦，而这个翻呢，啊、哦，这个道理，啊、哦，向上会当客合真理，啊、哦，符合真理，那么向下呢，或、哦、向下呢，会当。契合众生的根基，会当帮助众生啊来啊见真理，所以叫做契经啊，这就是指经中。搁再来呢，哈、啊，毗尼就是律宗，哦、啊，就是戒律。那么阿毗昙呢，啊，就是论宗，哦、啊，所以这是三宗呢，啊，咱咧讲的经律论三宗。啊，那么你伫个三宗啦，就是佛法的三宗内面呢，你是安怎呢？或者是徒相？啊、哦，这个徒相呢，就是咱一般讲的哈、哦、文啊、哦，文书修的文啊、哦，听文啊，是家己去学习去读啊，安尼迄叫做徒相啊。你上经啊，是听经啊，啊是上这个啊戒律啊，啊是上这个论啊，徒相就对，啊是去学习听人讲解，这拢是指。德文的哦部分，那么分辨呢，这个就是书啊，啊、哦、文书修的书啊、哦，就是分辨，啊、哦、就是咱书位嘛，啊、哦、书位就是心的分辨，分辨这个佛法三宗的道理，啊、哦、啊到决定呢，这就是修，啊、哦、就是你的智慧呢，达到这个决定的阶段，啊、哦、决定呢，就讲你的智慧已经坚固啊，啊、哦、可以准备要断烦恼啊。哦，迄叫做决定哦，所以徒相分别决定哦，就是指文殊修哦。伫个三宗者呢，你有栽培即个文殊修三种的智慧哦，安尼，那么就是修者的功德，今仔日凭即个善根，才会当来到哦我即个所在哦。弥勒佛家己安尼讲哦，学以以十世人哦，持戒智慧。修处功德来自五所，或者是呢，哦，你用衣服，用这个饮食，那么呢，布施给人，啊、哦，安尼，这就是指布施的这个福德。搁再来呢，你有持戒，啊、哦，伫个佛法中呢，啊、哦，你有持五戒，啊、哦，持八关斋戒，啊、哦，是持这个出家戒，啊、哦，持种种的戒律，啊、哦，安尼，啊，那么这种嘛是一项功德。啊，是智慧，啊，就是伫佛法中，你有去学习，这个包括文殊修三种的智慧啊，啊，那么修这个功德，今仔日呢，啊，唔只会当来到我这个所在，啊，学以梵界花香供养依佛，修此功德来自五所，啊，或者是呢，恁过去啊，伫释迦牟尼佛的时代啊，有用这个动幡，啊，安尼。
啊，是即个钙呢，吼，就是三，三钙，吼，啊，搁再来呢，吼，用火用香去供养即个佛，即个钙呢，吼，就是讲伫佛像的顶悬呢，吼，用一个，即个布料的，迄掐做一个，像迄雨伞安尼，啊来遮，来扎即、這个，先供养即个佛，迄就是钙，啊是用铜矾，种种的即个供养品。去供养佛，那么你就是修这个功德，今仔日呢，毋只会当来清净，即、这个弥勒佛，获益布施、持斋、修习、助心、行处功德，来济五浊，或者是呢有修布施，啊是呢持斋，就是过午不食，有修即个过午不食，搁再来呢，修即个助心，安尼。就是呢，对众生呢，有即个慈悲心，有即个慈爱的心，你若有一种的念头呢，定定安尼去栽培你家己的心，互家己的心柔软，去慈善对待一切的众生，这真重要哦，弥勒是啥？弥勒就是慈嘛，你修慈心呢，含伊的功德相应，所以呢，凭即个慈心，你若慈爱众生的话，你著堪伊相应，所以呢，未来要叫你莫堪伊做伙，无可能，伊著甲你接收来啊，所以呢，以即个功德，毋则会当来亲近，弥勒佛，迄位苦恼众生令其得乐，修此功德来自五所，或者是呢，你有即种的，心念，安怎呢？为着要互苦恼的众生得到快乐。安尼，这个是同款吼，慈悲心，有慈悲心，你有慈悲的这个愿呢，啊，搁再来，有落实这个行动，这个苦恼的众生，要互伊得到快乐，这个包括慈悲，这个慈呢，就是要互得到快乐，叫做慈，那么悲呢，就是要拔众生的苦，叫做悲，要互伊的苦恼莫无去。就是要拔伊的苦嘛，就是你要有悲心，那么要互伊得到快乐呢，就是有即个慈心，所以有栽培慈悲心，当然你阁有落实即个行动，帮助伊离苦得乐，那么呢，就是修即个功德，今仔日较会当来见弥勒佛，获益持戒忍辱，修清净足，以此功德来自五所。搁再来呢，或者是你有持戒，有持戒，搁有呢有修即个忍辱，就是用咱伫佛法内面栽培的智慧呢，那么你会当堪忍，遮种种世间的苦恼的代志，毋管是即个人甲人中间的即个接触，还是讲世间有一寡无平顺的遮个代志呢，若是讲有发生苦的时阵，你会当甲忍受，毋过呢是靠佛法的智慧，来甲消化掉，迄就是修即个忍辱行，忍辱呢内面就是有智慧的意思，爱有智慧才会当忍辱，那么呢，搁再来就修即个清净的诸心，当然嘛是修诸心，毋过呢，你即个对众生的诸爱呢，是无污染的，无污染的心，那么呢，迄叫做清净的足，比如讲你爱众生，毋过呢，迄个爱是清净的爱就对，清净的足爱，无迄种污染的烦恼，安尼叫做清净足。那么呢，用即种的功德，将来会当来到弥勒佛的所在，获益时政常识，在讲释慧，供养凡夫，修此功德，来自五所。或者是呢，你布施即、这个，即、这个算即、这个，出家众，施精嘛，啥物货呢？常识，就是定定布施于即个饮食，安尼，你讲你固定的，固定的逐日安尼，甲供养即个饮食，会时政常识，也是即个在讲释慧，就是你去办即个法会，
办这种的法会，在港的法会，比如讲受这个斋戒的法会，也是讲办这种的，等于讲人讲解佛法的这种法会，这在过去呢，比如讲有人，请这个，这个法师，请出家人，来，办这个斋戒，安尼，也是呢，来迄个所在演说佛法，安尼设这个会。当然，内面呢，嘛有供养这个饮食啊，也是这个种种的物资啊，和这个精进啊，啊，搁再来呢，搁供养这个饭食啊，这嘛是同款啊。或者是讲你供养饭食呢，就是讲无一定固定的时间啊，有迄个因缘通做啊，安尼。那么你就是修这种的功德，伫将来那么呢，唔只会当来到弥勒佛的所在去亲近伊。学以持戒道文，修行禅定，无漏智慧，以此功德来至五所。或者是呢，你过去释迦牟尼佛的时代，你有持戒，这其实呢，跟进前讲的嘛拢有重复，也是呢道文佛法，你有常常去学习佛法，去听闻佛法，安尼，也是呢有修行这个禅定，就是呢，修这个定，和你的心呢专注，甚至呢得到禅定，得到这个色界的禅定，啊，还有呢，也是修这个无漏的智慧，也是呢，无漏的智慧，这若要讲呢，那是以凡夫来讲，当然是无这个无漏的智慧嘛，那么当然你若是听闻佛法。在佛法当中呢，咧栽培，迄嘛是咧栽培无漏的智慧，啊，毋过还未得到，什么是无漏的智慧？就是无分别智，它叫做无漏的智慧，出世间的智，那世间的话呢，还佫有漏，因为那凡夫的是有烦恼，所以这个智慧呢，就是无清净，那么呢，那无漏就是清净的智慧，就是出世间的智，或者是呢，拄仔讲过，凡夫听闻佛法的阶段，就是咧栽培尔，还未得到。啊，嘛可能，比如讲你伫佛法者，因为修行精进的关系，互你得到圣道，那么呢，就是你得到无漏的智慧，上起码就是初果，初果就得到无漏的智慧。那么就是以这种的功德，在未来呢，会当来见弥勒佛，来亲近伊，学以其他供养舍利，以此功德来至五所。或者是呢，你伫释迦牟尼佛的时代，曾经呢，捌去过即个佛塔，去即个塔，去供养佛的舍利，等于讲供养佛的骨灰，安尼，去即个塔，安尼供养。那么用即个功德呢，将来嘛会当来见弥勒佛。现在释迦牟尼佛令贤教化如是等百千万亿众生，令至五所。那么最后呢，这个弥勒佛以为这的大众讲出，因为什么今仔日会当来到这个所在出家，会当来亲近弥勒佛，当然是有原因的嘛。恁过去就是有栽培这的功德，并且的功德今仔日唔只会当来。那么上帮助恁栽培，就是释迦牟尼佛，因为你是伫个释迦牟尼佛的时代栽培，不管是释迦牟尼佛在世也好，当然伊在世帮恁栽培，就是伊帮助恁的，甲恁教化。那么佛，释迦牟尼佛呢入涅槃呢，迄个末世的众生呢，因为你嘛是学习释迦牟尼佛的佛法。等于呢，嘛是伊帮恁栽培，甲恁教化，所以遮呢，伊最后就赞叹这个释迦牟尼佛，讲呢，释迦牟尼佛，伊会当遐尼善巧，来教化遐尼侪众生，所以今仔日呢，唔只会当护遮尼侪众生来到我遮，那么这上个功德呢，是释迦牟尼佛的功德，等于这个意思，释迦牟尼佛遐尼伟大，教化遐尼侪众生。好，这些众生呢，会当来到我家，继续学习修行，甚至呢，在我家得到解脱，所以这个功德呢，等于拢有，
释迦牟尼佛甲咱栽培神经，那么将来呢，吼弥勒佛度咱解脱，啊，所以这个吼等于讲因甲果呢，吼就是伫这两尊佛家吼栽培，啊，今仔讲到这。这有一个问题，